的阿母拢爱死，还阁真当官，做个变色哥哥拢爱无命。我若爹你爱死，你会做会过？没人知啦，没得拖累我老爹你啊，也没去死我的爱啊。我没得我老爹你爱死，我老爹你爱死，我真的会感动。昨天金吉虎不动他，虎是安奈来解教？你竟然这个性！这你阿爸，那是你教我，叫我来听两难，你才会受气，敢要追你新郎官的呢？你这囡仔实在唔知要哪讲你，如此啊，如今唯一的办法，要就是爱牺牲你的性命，才能解救新郎官所有的命事。要唔过，若讲你安尼死就无价值啊！我要爱你，倒转去。血骨香白，下马香毛。你若死了后，为师不一定有办法把你救回。血骨香白，下马香毛。报答父母恩，你只要有报主的德行。千错万错，是我老车做错。一步做，步步错，我拖累太济人啊！师父，多谢你给我照顾，多谢你给我栽培。我老爹你还袂当死，我嘛袂当拖累无辜的百姓。你我师徒缘分也是真，等等老死人，我你做我的徒弟。你不接近啦！哎呀，我真是气得落心啦！现在苏阿娘讲，如果来看如此来死，一定不能放下这块温饭。为了解决这个难关，只要再过来想办法。